The floor is lava. 啊，给三星挂 Q， 爆炸，哇！变蓝，都怪你 ，AJ 大刀，空中瞬杀，死。看看这把怎么打、啊。地图右上方。干的兄弟们，杨帝的话，那个送灯牌的任务已经过了74个了，然后兄弟们可以摆灯牌甩一甩了，给杨弟弟上上灯牌。咱们点赞的话15000赞，什么情况？兄弟们，你们今天没吃饭吗？猛起，兄弟们，摆赞干到30000。干到30000，那个弟弟记得给发那个牛子发一下。弟弟听到了吗？我让我弟弟把那个把那三四五瓶牛子全部发了。收到的话，如果你们收到了，来直播间说一个收到了，要不然他们说杨帝骗人。君无戏言，我们君无戏言，该咋的就咋咋的。我感觉还是之前的天赋出装要好一点啊。这版本这两件装备不太适合盲僧啊。我待会儿刚才我做的不是星石吗？我这一把换一个来，我做那个星辰那件装备，那件装备是不是叫星辰来着？是不是叫星辰？我看看是不是叫星辰。叫什么？焚天哦，叫焚天。对对对，待会儿再出一下焚天试试，感觉怎么样？怎么感觉这两个收益感觉不是很高啊？感觉没有幽梦舒服啊？我出一个幽梦都比他要舒服很多了。A 再摸，我再摸，摸过来。中路大残血 ，A 一下。A 一下完了，出事了，不要再 A 了 ，A 了就出事了，一阶惩戒。大哥大哥，千万别着急啊，上路要出大事的呀，上路。上路被双杀了，什么情况？这是我的黑粉吗？咱们什么时候有一天，对吧？主播现在不是输100发500吗？咱们什么时候有一天黑粉来撞车我，故意送人头的，兄弟，你别让我逮到了，兄弟，直接当场拉黑你。你要拜拜了，宝宝，你要出色了，来波二闪吗？突然袭 AGA 二闪。让我丢脸了怎么办？把你将旗拿下！没事，死了就死了。咱们来波快速回城。不是，他也交闪了，我真服了。你要交闪现，早点交啊！你个笨蛋，等我操作的时候你再操，还打个问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个上头了。这波我们俩都丢脸了。你等待，你等好吧，你得洗干净等着我嘛。我会上头吗？兄弟们，把他打到零杠几，这把主播要发力了，杨弟弟要给大家展现不一样的实力了。满血就是我的斩杀线，耶、yeah! ！对的对的，我要干什么？我要玩收集者盲神。杨弟弟要操作收集者，无尽盲神，你要死了，先把这玩意吃了吧。不能拖自己的节奏。靠，双路的话出色了，双路有点吓人。哥哥，我来了，哥。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。兄弟，卡利斯哈，你听过这首歌吗？卡利斯塔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滑板鞋专属曲，别着急啊，这边那他要干嘛？准备受死啊？不是十点吗？今天因为十一点的话，不是那个排位赛打不了吗？然后杨帝今天就提早直播，只有赛季末的这一天，其他时间一律正常，拜拜。是吧？我非常有自信，我靠，这把喵的不杀20个，直接给大家发500。杀了20个，给我点个关注。OK， 别着急，你想干嘛？六，他在扣六了，兄弟们，可见敌方已经认可我的实力了。4分钟8级，兄弟们，
全网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我这样子的，四分钟八级，还有三十秒的这个发育时间。我的天呐，兄弟们，你把那些主，大家把其他的主播取关，都来关注我吧。这么强的主播，四分钟八级，幽梦刀出来了。把对面被我打的连声喊六。明天就是新赛季了，兄弟们，你们都关注了什么主播呀？你们关注的最强萌生是谁？我现在问你们。我相信大家心中已有选择，应该是我想的那一位吧。早上出生的太阳，朝气蓬勃，是我说的那一位。中，给我跪下！他有闪现，别着急，拉扯一下，注意细节。大哥，撞他！先放他一马，你没大招是吧？先回来，把这个炮台吃一下。我在路上。哦，这不是炮台，这是能量球，我喜欢这玩意儿。我不喜欢那个炮台，那炮台太不好用了，好脆啊！他要撞我们了吗？等一下，按照我多年的思路，大哥你去把那个小兵捡一下，他在这里的。EA 死，跪下吧你！摸上来 AJ，A 一下，等待时机，找准机会，不用大，把他闪现骗出来的同时，阿三往这里直接死 ，Q 往这边打。等待时机，找准机会，突然袭击摸上去 ，AJ 往后拉出来，再把他将其干碎，然后再中 Q， 拜拜。那辅助是谁啊？辅助泰坦来了，尽量往这边走，开启扫描，一定要注意细节。这波的话，他往那边走了，我往这边再走，啊，然后的话贴点，一定要贴着墙走，贴着墙走的话，我们再走，再用 Q， 然后把他野怪再死了，都是细节。回满血量，对面来了，不要紧。这波的话，假装被吃大招，然后回血，我靠。靠，大哥被卡退了，我真服了。我是主播吗？我话这么多，不是主播啊。但是兄弟，我刚才不是你回去吃那个弹珠了吗？你咋不回去吃弹珠呢？要不然这塔我们推的我都能走的。这小子弹珠都不吃，这些人给你们塔吃塔皮的机会都不吃了。我发现现在峡谷先锋被改了之后，就是大家都能分到这个经济了，然后你跟着一条路的话反而还能推一个塔，但不过要搞这个能量球的这个峡谷先锋。小子还敢这么嚣张，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，拜拜，帮你一下。你们玩抖音吗？兄弟们，石头人滑板鞋新暗黑元首，你们玩抖音吗？我必须要让他们过来给我点关注，四个粉丝，白菜青菜也是肉。兄弟们，你们都不玩抖音吗？不玩抖音你们是在哪里刷到我的直播间的呀？咱们直播间怎么这么多人啊？你们在哪里刷到我的直播间？不玩抖音，我是在抖音平台直播。你们在哪里刷到的？不应该吧，应该在关注猎宝刷到我的吧，还是说在哪里都不知道你们。91，什么91？你经常刷抖音是吧？ OK， 兄弟，你有没有听说过阿岩盲僧？国服第一盲僧，手游盲僧的天花板，教学第一人，野区第一人。我再给你一个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，兄弟，你现在不是在听我说吗？你怎么没有听说过呢？你怎么能昧着良心说这句话呢？打不掉，小卡拉咪一个辅助飞过来，来脚大刀踢两个，把他大招给他建设，找准机会，滑板鞋，摩擦，我代替你的灵魂摩擦。这把我答应大家，没有杀20个，我直接给大家发500啊！飞过来卡 Q 减速，再中 Q 拉扯，然后回血的同时飞过来 ，A 瞬间爆炸，给我死啊！嚣张，需要打你需要用大招吗？把他野区先吃掉。卡 Q 很简单，就是你 Q 挂上之后，等待 CD 转得差不多的时候，你上去，你的 Q 技能 CD 是最短的，懂了吗？你可以一秒放 Q， 你看这时候我的 Q 技能现在在转了。然后这时候 Q 上去只有2秒钟的 CD 了，这就是卡 Q， 突
突然袭击来个 Q， 等待时机注意细节，飞上去再减速来九大招给我死。这么多人来注意细节，回头再 Q， 挂 Q 先等待，躲了他。兄弟，你觉得我会那样子吗？然后闪现挂 Q， 闪现挂 Q， 爆炸，哇！靠，完了完了，救命救命，打没啊？打没啊？打没啊？不是，我有回血的呀，兄弟，臭点蓝，待会别逼我使用魔法攻击了。我靠，真丢脸啊！直播间现在20000个人看着我丢脸，真。兄弟们，你们先那别啥，别打什么哈哈哈的，咱们现在在上人阶段，为了主播的前途，千万一定要忍住，兄弟们，再好笑也要忍住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你们要扣六。这段只能在里面听得到，你们在外面看直播不看听不到的，千万不要在外面看直播。我这段使用了加密文件，先买龙先吃了。你想干嘛？控住斩杀线，等待时机肯定是要复仇的。小卡拉米，要不是你的点燃，都怪你。 A 接大招，空中瞬杀死，再把他蓝吃了。先别着急，我没有升到大招，有点尴尬。但是现在目前杀了13个，对面应该不会投降。我还没有打广告嘛，对面两个人。小中 Q，A 十，14-3，还差6个，别投降，哥们。主播不想赢了这一局，还要发500出去。杨帝今天真的一分钱没赚，哥哥。心疼心疼杨帝，求你了，千万不要投降啊！我感觉还是以前的那一套好用一点。我出一下焚天，出一下咱们这个版本最新的装备，给大家试验一下。你杨帝的话，你们平时打排位试验不了，我来试验。焚天。这个名字有点帅，回家做焚天了。我发现这个版本之后没有那样子秒人的感觉。大家宝子们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我刚才包括如果算换上之前的话，我领先这么多经济，笋干薄炸就是秒杀的啊，完全是不需要用出其他的技能，我大招都可以点我一手的。这波我要单杀双杀了，你还敢真敢带线，兄弟，算你牛掰！笋干薄炸两个人。直接给你秒了，让你嚣张。这泰坦肯定在附近吧？你泰坦想走？哈，飞过来喽！咱们就跟他玩，兄弟。我躲，想吃我的钢，来给你吃，吃我的钢。滑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，摩擦不了了，哥们，你把人家放跑，又摩擦。有点帅气，主播作为不 K 头的主播，获得了年度抖音最佳评选第一名。主播能在就是不 K 头主播，就是我排到了第一。官方还给我发了一个特标奖，待会给你们看，是有认证证书的，兄弟。从来不 K 头，大龙吗？要不要玩一下无敌爆机甲龙？盲车玩无敌爆机甲龙，那不得完蛋吗？这个大龙好像被增强了，打得好难受，有点难打。暴龙给我，大暴龙给我，兄弟们都走开。一二三，是我吗？扫清一切障碍，你过来，啪！兄弟。看好了，哥们一尾巴给你甩到北漠时代去，我跟你讲，过来。这拆塔吗？这是大激光。没伤害啊。哇！这是什么？我看我要死了，我不会死了吧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不行不行，我要死了，我要逃生了，我要逃生了！大王龙死了，我不会死吧？我靠，我怎么扣这么多血？
可恶啊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。没买装备，我买了，我买了一个大剑。这波的话还差四个人头。哎，大哥别推塔呀，兄弟，还差四个人头呢。别推塔，别推塔，杨帝还没完成任务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家等一下，大家等一下，听听杨帝的指挥。这波我要在这里阴这个谁，这一波要是他，我这一波必是蹲这个男枪的，我100%能蹲到他的。这边是有视野的，我们今天就当傻子，你知道吧？他肯定会过来的。来脚大，求你了！哎呀，求你了，救救命！救救命啊！救救命啊！我靠！哈哈，快追，快追，快追！哇，什么叫做极限？高手指法，悬念留到最后一刻。元素亚龙灯塔。突然袭击衔接层 ，AJ 一肩把他单杀。Q 往这边打，往后拉，兄弟，我现在还差两个人。别打，哥，我们这波拿三龙稳稳当当。等我猜，还差两个。真没钱了，哥，我摊牌了，我是抖音最强盲僧阿阳盲僧。如果你们玩抖音的话，现在就可以来我直播间了，200,000人的直播间，太吓人了。哎，不是我做了焚天吗？看一下，我看看焚天的效果是什么。焚天有什么效果吗？没看出来啊。基地护盾失效。焚天还把我暴击给整没了。让我单挑大龙吧，我单挑一波大龙吧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他红药刷了，这波的话必须要做出一些行为了。你们看好了，这波男枪必来这里，你放心，他不来我直接喊你们一声爹。100%的，这波来给你们来一波笋干薄炸，玩弄他，一定要玩弄通。哎呦哎呦，差点出错了。 A 拉扯兄弟 Q 到了，假装一手，我有金身，应该做水银了，但是先走先走，好大是好大，好多盾，一个 Q。先不要着急，我们是大水龙的。好，队友秒了，我还差一个人头怎么办？再中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结局，好大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再预判，等待十二十三拿到 A 级减速，来关注记得点上，兄弟们，再中 A， 等待时机 A 一下，找准机会再飞回来，再 Q W 拉出来。好，再回血，再回去，跪下！哇，金身，进来扛，进来扛，爹！抖音搜索阿阳盲僧，拿下21杀，兄弟们！大石头大哥，你不是我在我旁边吗？你喜欢杨弟弟的话，记得左上角点个免费的关注。谢谢大家，感谢感谢，福袋记得强一下啊，兄弟们，这把只杀了21个，有点菜，兄弟们，敌方的一血。